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。哎、欸。没有。喝多了哈。啊、喝酒吗？我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要协助吗？我在这里协助。哎、欸，你的证件有没有出示一下？好不好？谢谢。身上没有违禁物品吧？没有。要做什么事情吧？没有。没有哈、哦。刀械有吗？口袋看一下。刀械吗？对，刀械。烟哦。对。看一下。你精神状况好像还 OK 吗 ？OK。要包包。烟，对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个，这是可以、不行，带这个啦，这个毒品哎、欸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。你要跟我旁边做笔录哦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好、你涉嫌违反毒品违法防治条例，我现在告知你权利：第一的保持沉默，无需对自己的意思为陈述；第二的选择。我们现在依照刑事诉讼法将你逮捕。那为了你跟我的安全，我们现在教你上铐。哦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